有一位孙武大人，看到村民为了说服是叫苦连天。这个孙武大人又为村民来争取福利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伊教导村民敬做爱、滴水成河、立米成河的道理。这出内容非常的温馨，也非常有人情味哦。请准时收看《文理真正为先行道》。菩提禅心，看好戏，得妙法。